你着想，没有必要。整把决斗，决斗大师。威比巴布。我已经很久没玩过决斗大师了，我都不知道这阵容到底谁当谁呀。滑板鞋纯就给人刮痧，你这滑板鞋就一直在人给人挠痒痒，而且是一直挠，不带停的。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决斗大师到底有什么羁绊啊？天神有两个，浪人有一个。啊，有浪也有两个，三国肯定没用，天神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决斗配一个永恩，猩红之月没用。配俩天神，看看天神都有谁啊。刀锋可以配俩天神，一个狼人，一个刀锋，然后我们再上个永恩啊，六个七个八个九个，这是九人口的决斗大师阵容啊，这是九人口的。找着哥这把你就必定就得升，你必须得给我升，听见没有。如可识得此阵，嗯，算了，这有点垃圾，还是换回来，这不一定能赢的，这么地儿吧。甩，想连胜。在我这儿不好使，想连胜，先问问我的意见。卡牌拿上，卡牌拿干啥呀？没用啊，卡牌啊。卡牌拿了一点用没有，完事有可能下波还给你刷卡牌。现在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只要拿了这个牌，如果你递了一下，他就有可能就还会出这个牌，如果你不拿，下回合就递不出来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发在公屏上。刷出一组全新的英雄，明白吧？全新的英雄，全新。啥意思？全新，你没有的英雄。这轮我们拿什么呢？这个都行。其实我想要大剑的，本来大剑没有就算了。哎，我有大剑呢，那我们要个全套的。全套如果没有，就要锁着甲吧。
我拿这个锁子甲，正好我四个决斗上去。交给我了。赵信撇了，身上不装装备，赵信身上不安装备。直接我们先五人口六决斗，然后上个刀锋，六人口上个刀锋。这锁这哥我感觉得地道三呢，决斗没有三星牙锁不行啊。哎呀，遇见仙还挺多的呢。嗯，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来了个刀锋哦，不玩了吧，遇见仙老四级没意思。赢了把他撇了，输了的话卖个猴，赢了把他撇了。画问号，画啥问号？御剑仙这阵容就是必吃鸡的阵容。乱吃。拿个猴，先拿左边吧。好少啊，决斗啊，没有武器呀、啊，有武器就不用猴了。蓝刀伏笔，蓝刀什么呀？我这决斗大师要蓝刀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全套，又是锁着甲，全套全套，可以，差我一块钱咋办啊？这么地儿吧，这么地儿吧，没有这样上厉害。我在想着装备怎么给。给点意见吧，我不知道怎么给装备。无尽饮血复活甲，刺穿他们。那无尽反甲加饮血不也行吗？
上反甲呗。这波肯定是赢了，这有挂机的。后期有浪人的天赋，我知道啊，浪人的天赋，给个反甲行，魔抗着不行，随便给点吧，魔抗一会儿再说吧。我看不行，给滑板鞋上个飓风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对不对？把他们也算上，准备去死吧！把这猴撇了，上个滑板鞋。先给个反甲，亚索反甲挺猛的，其实来个反甲亚索。你看这不碰个猴吗？这不挺好的吗？这无尽猴不这不打死他，这反甲亚索不打死这无尽猴，这我打死这猴呀。那个老猴给我缴械，晕滑板鞋扎，还猴塞，还你猴能塞得了吗？我让你猴给我塞了，我还当什么人？嗯，我的脸面往哪搁？我这脸面，我这老脸往哪搁？整个猴还有谁？拿个魔抗兜风吧。上龙爪行不行？给点右装吧，亚索。亚索给点右装怎么样？哎呀，好多御剑仙啊！天哪！一剑，一念。剩一只手，要不一会儿给也行。这一件装备没多厉害。这么地儿吧，先放一会儿。这鬼叔刀锋是真猛啊！先帝亚索嘛，你现在阵容强度你升一级提高15%的全体攻速，我为啥不升啊？我现在这弄完再地呗，着啥急呢？阵容还要点啥呀？这不行，我上个莫甘娜，我这莫甘娜这老些呢。我说莫甘娜好几个呢，我升级上莫甘娜吧。其实应该升级上狼人，再上瞎子就正好了。然后狼人转个决斗，我们再上个瞎子就正好的决斗。然后那个转个天神的也行啊，也能用。我七银口老来永恩，那永恩可乐意进我窝了。
我肯定能有永恩一会儿。我净七人口见永恩，就全是永恩。我记忆里最多的就是永恩。呀，这御剑仙直接起飞，真的直接就起飞了，飞起来了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不能要，太可惜了，可惜了呀，可惜了。上腰子，哎，上腰子也行。不会是铲子吧？不会吧？哎呦我操！亚索的，快给一个！生完拉倒了，别让我递了，我这么多钱，我不想递个亚索。一下来俩，一块上腰子啊！八决斗肯定是要了，生人口上个瞎子，然后我们整个决斗狼，八人口天神四天八斗。四天八决斗，可以。哎呦我操，这个春哥，武器没买，哎呦，亏一块钱咋整啊？早不说呢，早说呀！把永恩转决斗信一次，求求了。行，行行，既然你求求了，我那我就信你一次，行不行？你都求求了，那我就来一把，给他俩换个地儿。能不能拿着攻速都不一定呢。阵容强度不到位呀，有点干不过了，开始输了。哎呦我操，这小子三个妮蔻呀，六福星啊，这咋没打过呢？他六福星多啥呀？他六福星他多啥呀？他这阵容怎么赢的我都没明白，这怎么赢的呢？这是往后点牙说，两星进多啥呀？我这三星亚索不干他呀！老猴，你就等着被缴械吧，老猴。这刀锋怎么反向大呢？能玩了不？刀锋还，这刀锋还能玩了不？本来这猴能杀，给我打了个反向大招。哎，赵信没拿，我的天哪！吓我一跳，啊，攻速没了，聚聚，兄弟们，锁着甲也没了，聚聚，真难玩呢。
要不要狼人呢？现在是七级，八级上永恩。八级上永恩加加瞎子，九级上腰子，行，没有永恩就先拿腰子凑合用。小弟两波，我把这滑板鞋给他递到二，但是这个滑板鞋始终它是有点问题，要不然咱还升得了，升了吧，要不升了吧，现在提升不大。拿钱赶紧升，其实鸡这波就应该升了。这猴有点猛啊，这猴天神猴，哎呦我操，这猴不像人呐，呀这刀锋不删了吗？不先生刀锋这是在干什么？给个攻速吧，行不行？快点给个攻速。还递吗？这没办法，命运驱使着我让我递，我不得不递。攻速攻速攻速，大家跟我一块祈祷，这是一个攻速。快点，大家跟我一块祈祷一下，这是一个攻速。好吧，这就是一个攻速。来，我们祈祷一下啊！你怎么又还是开？和天神也行。有没有刀锋啊？最后一地没有我就升了啊！没有我们升级，我受不了了，这操了这！打完野现在都上八了，那没办法呀，我寻刀锋先给他递到三呢，那老来我寻思赶紧给他递到三我们再升也行，不是有点提升我们就可以继续的
那个继续的赢下去了吗？谁知道他一直不来呀？这谁能知道啊？你是你看那武器大师也马上升，对不对？谁知道他不来呀？头一集是见三国养豹女儿的，卡特删了，卡特装备不错呀。你看看人家卡特删了没？瞅没瞅着？瞅没瞅着人家卡特删了？我这回回呀玩个福星啊，就不让我升卡特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让，不允许你。可算来个永恩呢，可不容易呀。来个哈扎，来个永恩，这些都没用。平时永恩不挺多的吗？我看着刀锋，没这东西呀、啊、这变天神，腰着变吧。天神不给卡利斯塔，为啥要给卡利斯塔呀？既然永恩变不了决斗大师，我变个天神还不行吗？哎呦我操，这亚索这吸血真猛啊，这亚索兄弟齐心，就你呀、啊、你叫吉姆是吧？你叫吉姆，圣二就卖经典，那怎么的？那我还不拿了，那腰着我最起码能有点提升啊，那万一永恩一直不来我死了咋整啊？净这挑着乱七八糟的鸡毛蒜皮的，明明就知道就知道刚才这一波我们做的是对的，哎，就非得要是跟我来两句是不是？就非得要给我来两下，就要损我两句，
给个刀锋啊。净瞎指挥，其实我这不应该卖的，真的，我根本不应该卖。你知道因为啥不应该卖不？因为有可能下一波就给我来决斗转职。我卖了赵信，我决斗转职就没有用了，根本就不应该卖。这猴这么猛吗？这猴啊？你打不过个猴吗，兄弟？哎，他这猴刀锋在哪儿啊？刀锋呢？我操，卡多长时间了，过分了。一会儿猴就往这边站吧，猴先跟这个亚索干一下子，先让这猴跟这亚索干一波。下波100%来决斗转职，你看着的吧，100%，我都不能说60%-70%，100%。亚索为啥打不动这厄斐琉斯？决斗大师没有转职，没有八决斗不好吃鸡，不好赢。你这求求你了，给我赢一把吧，行不行？求你了，给我赢一把吧。前二咱都打过了，那第三名、第四名、第五名干一下子总没事吧。还行，给我整了个镜像还不错。好像打不过，控制有点足，没让我动过，但我死不了。哎呀，死了，我操。哎呀，这挺难受啊，他这控制太足了，这没让我动过，根本就动不了。我们看看有没有决斗转职啊。切，没有。哼，下一把没有八决斗，差点意思，不是那么很强。